看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《世界雷电》。早在日本时代，阿里山就已经是台湾三大林场之一。为了要把快木运送下山，当年的日本建造了这么一条林业铁路。这条特别的铁路不但创造了嘉义的繁荣，也为100多年后的现在留下世界第一等的文化资产。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就是阿里山整个铁路，有没有看到车库园区？以前把园区去掉，这边就是整个阿里山铁路啊，所有火车车头啊，不管车身什么，他们存放的地方。而且这里面现在还存放着最重要的国宝，核心中的核心，进去看就知道。阿里山铁道最珍贵的地方，除了建造工法的困难，还有快速攀升海拔2000公尺的生态多样性。其实啊，最值得称为第一等的是这条铁路，即使在100多年里遇到很多次的天灾以后，仍然可以保持营运状态。要说是台湾的国宝，还真的不夸张呢。可以看到师傅们，他们不知道在干嘛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们现在这个师傅们在干嘛？哦，这是我们阿里山火车的转车台。转车台，所以就是转车那个火车要调方向的时候，我用它来调方向。所以那这个转车台在这边等于是现在不是只是装饰用的，它实际上有在使用。这是为了我们中兴号的柴油客车去转方向，专门设计来使用。哦，那我可以在你们的监视保护下试试看吗？你可以脚踩着当场。真的很重，我以为这样就下去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推了。那我推推看哦。是，哎，这个这么轻？你自己推，我自己推都可以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塞蛋姐，来来来，你看哦，塞，你们都不要碰哦。林垮，那边也没有人哦。哦，来。哦，好轻松哦！天哪，这1970几年的东西，哎，你们保养得很好呢。好厉害哦！好，阿内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阿弟，那我们等一下车子上去以后，我再试推看看。好，虽然这个蛮重，但你要知道，它这个专门设计就是来弄这个重的东西的，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推得动的。我先把它解开。好，我能够感受到。第一次推的时候一定会比较重，但我踩好哈，哎，推得动哎，好厉害哦！我不是说我好厉害，我是说他们的工程吧，哎，师傅还是帮我一点忙，哎，师傅还是要帮我一点忙，哎，这好重啊！哦，你看很顺哎，哦，完全你推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咔咔咔咔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轨道很顺畅，这你看1970几年一直使用到现在，厉害！整个车都转方向，那意思我毕竟都来到这个车库园区了。雅公，这个除了这几个宝贝以外，当然是车库园区这个哈，还算是最年轻的啊，最年轻的。我们还有更具有珍贵性的这个国宝哈，而且全世界762轨距只有我们这边才有的东西。哎呦，世界第一定！哎呦，赶快进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过去。好，我们这次要往前走喽。都不知道哪里是烫的，哇，好帅哦！这种感觉就是经过这么多的保养，经过这么多技师的努力，然后花费这么大的心血心力，让它维持在一个世界仅有的状态，全世界
如果说阿里山铁道是世界第一等的文化遗产，是台湾的国宝，那么这部还可以运作的蒸汽火车头就是国宝中的国宝。但是我不懂的是，蒸汽老火车头台糖也有啊，那到底珍贵在哪里呢？这个车子现在这个车头算等于像是我们的文化遗产，对，非常宝珍贵。对，像这样子的车头，真的只剩两台、三台？三台，目前三台，对，三台。是会动的，可以动的，可以动的还有三台，对，可以动的。所以现在这台古董算是师傅你在顾就对了。对，目前是我在专门照顾这一台，专门照顾保姆。对对对对对，保姆的概念。那像现在这样子，我在其他地方的时候都还是有蒸汽火车那种老火车啊。是。啊，跟这种的有什么不同？现在我们的阿里山的那个蒸汽火车来讲的话，它现在是我们是直列式，像它这个就是连杆，它是在。这个连杆，红色的部分。红色的部分它是连杆。对，它运转的时候。它会这样上下的这样哦，所以这个等于是只有阿里山的火车，这个老火车头才有，对，才有。但我们看火车，它都是都连在一起嘛，这样子在走啊。它这个是只能用在就是在山跑山的时候会，它是跑山地线的时候，这个会力量才足够，才够大就对啊。那个这种的比较一般，那个横列式它一般都是在平地跑。哦，阿里山最高是62.5。62.5度啊！对，前后是62.5度。哇塞，很斜呢！而且你要想看它后面要载多少东西。对。所以现在这个等于算是国宝中的国宝。对，是国宝中真的是100多年。哇塞，很漂亮哎！你不觉得看到有一种感动？呵护这么一部百年历史的老火车头需要花很大的力气，但是如果能让这样国宝级的蒸汽火车头保持运行，不就是我们台湾的荣耀啊？听说这里在百年前是长满又高又大的快木森林，大家都说在伐木的时代，这里最好最漂亮的块木都被砍光了，现在留下的都是当年看不上眼的。幸好这些神木长得不够好，不然我们现在来还能看到什么呢？18道班现在从天空区到水山 1K200。第8道班要从监控区到水山 1K200收到，那你现在先到早坪，我先办讯号。好，今天就要跟我们的道班们一起出发，去看一下他们平常工作然后维修怎么样辛苦的，让你们能够来乘坐这个舒服的阿里山小铁路小火车。班长，徐班长嘛，不好意思，嘿，还给他们等一下。徐班长啊，今天天气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一下下雨，一下起风的，没关系啊，一样的话。啊，你们会不会常常都是这样遇到？常常天气也是这样，所以都没问题。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出发喽 ，Go！87公斤能走10公里，能抱起来就不错了。听到没？最基本要求是举起87公斤。你有87公斤吗？想象一下，把一个87公斤的大男人抱起来，还要走100公尺，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吧？许班长，应该遇过蛮多这个天灾的状况，在这个阿里山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？88风灾啊！88风灾。阿爸爸风灾那个时候，几条线，包括主干都坏掉了。哇塞！你看爸爸风灾，你看多难修复，就是全部等于是用重建，对，不是只是换那个清空，然后再重新铺路。哇塞！你垮了，然后一个爸爸风灾归你顶啊！有没有10年？有了，超过了。对啊，
到现在才快要全部修复好，哎，真的是后不来不听都不知道，因为每天我们就是啊，时间到了啊，网络说这个时间会有开车，就买了票就进去了，一心心心念念只想着日出跟云海。所以啦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每一趟火车的运行，在背后都是有像他们这一群无名英雄默默的在维护跟巡逻，多辛苦呢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班长到了是吗？到了。对，所以是在这边换。对，在这边。好。是哪一个？它整部，因为整部正常的是要像这样的。哦，正常的，哦，这样子是好的。就是，对，那表示好的。那这边就坏去啊？对，裂掉。啊，这裂了。对对。只要像这个已经烂到没有看到。烂到都看不到了。对，这个我们就是要优先换。直接的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抽换的话，我们的钉子旧的要先拔起来了。好，试试看。对啊，往下压，你要小心哦，往下压下去。干嘛呀？来，就着急了。哇，整木都已经没有压力了。哇塞，这里整木整个都碎烂掉了。对，腐蚀，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慢慢它木头就会腐蚀掉。我再试一个，你再试一个。哦，这样就卡到了。我小心，你的手要小心。会。哎呦。下来。好。哦，哎呀。对。哦，赞。你看哦，因为它像它这种啊，它整个铁道不是说一小节，所以你拿起一小节换就好。它等于是整个铁道是一长串的，然后它就算把中间的钉子拉开了，拔起来了，但它整个还是重量还是平均压着的，所以它等于是要撬开一点点，然后尽量用抽的。我猜是这样。这个是起道机，它这是不是有点像千斤顶那种感觉？对，类似。哦，它已经把它提高了。哦，起来了。缝间隙的话，你看哦，这边已经有一点松开了。对，起到这边已经有一点点松开了。超。整木手。整木手。嗯。哎呦，这个。后面。后来。哎呦。来。哦。你今天到几转？哇，你今天转门的。好，加油。打下来，摇一下，它让它整个松掉。对，好，打准一点，我打准一点，我尽量。好，有点远，可以，拉，你看看，后面抽一下，它会帮你，哎，抽筋。哦，再次，哇，这怎么那么重啊？这样一个多重啊？这几条？二十多公斤。我二十到三十左右。你刚才那样很像我在家里丢垃圾的时候，只是这样丢，二十多公斤这样丢啊。抽换完整木，任务结束。但是对这群倒班工来说，明天还有工作要继续，毕竟明天还是会日出，阿里山小火车一样要运行。英雄之所以无名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没人发现的地方执行任务。阿里山铁路是台湾人的骄傲，而他们则是阿里山铁路让台湾人能骄傲的最大支柱。